侯爷子拜见大王。孤家要的王者之剑，师父可铸得了？大王要的剑已经有了，但是，请大王稍后。
这就是孤家要的王者之剑吗？是，也不是。为什么？大王若用此剑与吴王争锋，当可取胜。但要靠他争霸天下，还是不成。怎么讲？若论锋芒之上，此剑世上已无敌手。但是，要真正成为王者之剑，不能光靠锋芒，还要内。 江，师兄，是你带他们来的。师兄，我是何方贵客？是吴王派来的，是吴王亲自带来的。我差来了。 在哪儿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你是夫差？正是顾家，勾践。没想到啊！本王眼拙了，我佩服你的胆量。 你比老王何卢够勇敢，只可惜你还嫩了点儿。我告诉你吧，越国大军由大将军林姑父亲自率领，奉孤家之命秘密奔袭姑苏，此刻已经渡过太湖，兵临城下了。没料到吧？是啊。 否则你也不会挑这个时候自己送上来。嗯，哼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才头看看吧，勾践。人不少啊，敢问吴王带了多少人来？杀你足够了，还没等你杀我。姑苏城已经是我的了。姑苏城？你先看看这是谁。 你该死！你就这么来见我吗？孤家的几万大军呢？你的几万大军正躺在太湖底下等你去见他呢。明年我们吴人可以吃到更肥美的鱼虾了。林国福，你误我不浅。
剑，拿你的人头来！啊！师兄，师兄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以后你的剑就是天下无敌了！不，我绝没有这个意思。大王来前向我保证过，绝不杀你。你给我滚开！ 王者之剑，知道了吧？可惜呀，你已经不配做王者了。一战之胜败，证明不了什么。真正的王者，不是光凭说的。你以为凭一把宝剑就能挡住我吴国的数万大军吗？哼！今日一战，吴家不会再出手了。 大王来前亲口答应过我，绝不伤害欧冶子啊！国家改主意了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，也是为了你。为我？杀了欧冶子。 谁还能与干将争锋啊？顾家做的，正是你心里想的。大王杀死这些无辜的匠人，也是为了我吗？杀了他们，等于砍了勾践的一只臂膀。我看他越国还拿什么与我吴国争锋？ 你是必败无疑呀！
家的话你们不信，还是让夫差吓破了你们的胆？大王，臣等不是这个意思。看你们一个个垂头苦脸的样子，不是这个意思又是什么意思？难道灵谷腐败了，我越国就没有人敢与吴军交手？大王，末将不才，愿为先锋迎击吴兵。大王，末将愿往，愿为大王肝脑涂地。哦，这才是我越人本色，有你们这些忠勇无畏之士在，本王一定要让夫差有来无回。文忠，臣在。咱们现在还有多少兵马？战车百乘，骑兵800，不足20000。就这些？禀大王，这已是我越国倾国之兵了。来犯的吴军有多少？据信报，吴军至少有50000之数。你们刚才都听见了，进犯的吴军比我们多了一倍，如何？你们怕与不怕？不怕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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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3年前，老父王宴驾升天，老吴王阖庐趁丧偷袭于我。那一次，吴军也是比我们多了一倍，可结果又怎么样？结果，大王亲率5000死士，醉里一战，老吴王阖庐也因此搭上了性命。少伯，海清，范蠡实楚归来，拜见大王。知道吗？夫差率领着50000大军杀入越国来了。臣正是听说了这个消息，才星夜兼程赶了回来。灵谷府以几万出征大军，在太湖的交山，全军覆没了。臣听说了。海清意下如何？臣誓与大王共进退。孤家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上将军范蠡听命。臣在。我越国还有战车百乘，骑兵800，不足呢，加上孤家的王公卫队，20000之数应该够了。所有这些，孤家全都交给你。谢大王，臣定不辱命。夫差手下有伍子胥和伯嚭，一个是能征惯战，一个是老谋深算，不要轻心。你说说看，这一仗你想怎么打？军情紧急，大王既已受命于臣，臣要即刻调兵遣将。众位同僚，众位将军听令。愿臣从将军到前。纪大夫，谷将军，你二人率领战车百乘，骑兵500，不足3000，会同大王的亲兵卫队，共保大王撤入勾玉山。若遇吴军骚扰堵截，分兵拒之，切不可恋战。遵命，遵命。文大夫，于将军，你二人率领不足3000，共保后宫女眷资财，撤入永东。记住，多带些弩箭火油。时下正是东风之际，若与吴军从海上骚扰，可以火箭拒之。等等，范蠡，
你这是下的什么令？大王，臣下的是保卫越国之令。你让孤家躲进深山，让后宫躲去海岛。你就这样保卫越国的吗？我问你，那都城怎么办？ 孤家的几十万子民又该怎么办？难道让他们跟着也躲进深山，逃进大海里去？大王的子民，臣会尽全力组织疏散坚壁。至于都城，只有暂时放弃。你就是这样保卫越国的？你就是这样与孤家共进退吗？你这是在拱手把越国送给夫差！ 国是比三年前强大了许多。哼，可与吴国相比，我们仍是弱小的一方。弱小一方。<笑>强弱之分仅仅在乎于谁家兵多吗？你莫忘了，三年前我们也是弱小一方。大王所言正是。三年前醉里一战，吴军虽多于我们，但是他们已经和楚国连续作战了五年。老王阖庐攻入我越国时，士卒疲惫，加之他们刚刚战胜强大的楚国，对我越国难免轻敌。凡此种种。 形成强弱之势，暂时逆转，我越国才有一战而胜的机会。但是这次不一样了，大王，夫差一心替父报仇，他养精蓄锐，准备了三年，处心积虑谋划了三年。这次他是志在必得。此番来犯吴军虽只有五万，可这却是吴国的精锐，是孙武将军亲手训练出来，伍子胥亲自指挥的。这支吴军横扫楚国，在江南从未有过败绩。 敌强我弱，一目了然呐，大王。眼下我们只有靠地利人和与之尽量周旋，切不可逞一时之气冒匹夫之勇啊！于将军、谷将军，诸位将军。 都听见了。进犯的吴军在吴王夫差的亲自统帅下，在伍子胥的亲自指挥下，他们横扫楚国，是踏遍江南的常胜之势。怎么样？你们是人家的对手吗？嘿，狗屁的常胜之势！三年前就已经是咱们的手下败将，而如今谁强谁弱，谁输谁赢，打了以后才算数，光说没用。 指挥着他的大军，杀到我们越国来了。他要侵吞我们的土地，你们给不给？他要抢走你们的女人，你们许不许？他要摘下骨头上的王冠，让你们都去做吴国的奴隶，你们答应不答应？好，我忠诚的子民。 不怕死的汉子们，让你们枪子里的热血沸腾起来，拿起你们的刀剑，给我去杀无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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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在此等你多时了。冲！下！只能怪你的兵器太差，竟然挡不住我一剑之力。一剑之力，哼，勾践，你高兴得太早了。一把宝剑岂能扭转你必败的命运？你回头看看，看看你还有退路吧。说的没错吧，你输定了。卑鄙小人，懦夫，混账无耻，你竟然还有脸说我在使诈。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谷家是不会再留给你机会了。当初我父王就是败在你的诡计之下，现在可轮到你尝尝失败的滋味了。冲，拿下越王。越王勾践，大王有令，不可走了越王勾践。主相国有令，不得走了越王勾践。不得走了越王勾践。Thank you.
败军突围，末将愿为断后。顾家带你一起走，让顾将军断后。他已经不在，顾家就是战死，也不会抛下你们。大王，快走！大王！大王！大将军来了！吁！大王，快走！陈良断后，我不走。大王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顾家宁肯战死，绝不在夫差面前刀腿半步。彭城雄心岂在乎一仗胜负？你再不走，臣就要对你不敬了。你敢？大王，请大王上马，走。众守城不利，严令责罚。大王，臣妾。孤家的都城怎么了？都城丢了。大王无兵见人就杀，越国百姓遭殃了。走进来吧。平身。事到如今，该如何脱困？说话呀！打了一场败仗有什么了不起？难道你们连重整旗鼓的勇气都没了？禀大王，依臣之见，事到如今，我越国若想重整旗鼓、东山再起，只有一条路可以走。什么路？你痛快讲。大王。大王，吴军。吴军怎么了？你讲清楚。吴军上山药，在哪里？在那里杀俘诺战，杀俘啊！是可忍，孰不可忍呐，大王。
等会儿你要说的话还是由我来说吧。事到如今了，你说跟我说有什么不一样的？不一样。大王正在火头上，你们要是争吵起来，他会拿你出气。拿我出气和拿你出气有什么不同吗？反正大王这口气总是要出的。大王这口气太大了，我担心会弄出人命来。眼下这关节，越国不能没有你，为将来计，也不能让大王对你再生成见。你想的可真远，眼下这关要是过不了啊，你我都得随大王去了，还有什么将来啊？报！报！大王带人杀下山去了。你们各领500人马，一路下山吸引吴军，一路接应大王回山。记住，不得恋战。是。少伯，我得去照看一下后宫了。行，你去吧。好。这一仗之后，如何收拾残局？越国还有希望吗？越国的希望在哪里？押出去斩喽。大王，这是为何？你问他。文大夫一定是救难心切，哪句话说得不妥得罪了大王，危难之际还望大王宽宏大量，给他一个将功抵罪的机会。正是因为危难之际，我才不能够宽恕他。臣敢问为何？为何？你知道他给顾家出的什么主意？他竟然要顾家去向夫差乞降。大王，这其实是臣的主意，文仲他是替臣说的。你再说一遍。事到如今，依臣之见，能救越国只有一条路了，那就是暂时向吴国乞降。大王，一定会重用你、赏识你的。走吧。还有谁要降？都跟他一起走。要走都走。勾结哪怕只剩下孤家寡人，我要跟夫差一战到底。不是我的对手，不是。我为什么要想？为什么？啊？我为什么要想给我的手下败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